我的一个算是知遇之恩一个朋友，他说呢，他弟弟呢的战友啊，有一个项目很好，投资了一个养鸭场。这养鸭场呢，说明年的时候呢就是收获季节。我说怎么回事呢？他说明年的秋天的时候呢，这个鸭子就开始产蛋了。这个鸭子产的不是鸭蛋，我当时还纳闷呢，我说这鸭子产的不是鸭蛋是什么蛋呢？他告诉我说是种蛋。这就涉及一个概念，就是在你似懂非懂之间你最容易上当，对吧？我们对鸭蛋是很懂的，我们不懂鸭蛋也懂鸡蛋，但是你绝对不懂什么叫种蛋。他跟我说，你看我这50000只鸭子啊，屁股一撅，一人下一个蛋，下成鸭蛋不值啥钱，那时候鸭蛋大概一个值2毛钱，说如果下的是种蛋呢，1块钱一个。你想想，这50000只鸭子一撅屁股就下出50000块钱来，当时50000块钱是天大的数字啊！可这会儿，这时候是深秋，11月份，鸭子已经没得吃了，扛不到来年的下蛋。然后他找到我说：“你能不能投资啊？”我说：“怎么投资啊？”他就说呢：“你拿点钱啊，到明年3月份，这鸭子开始生蛋，一生蛋，天天啊，你就有收入了。”我就说那好那好，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有点小钱，如果没有这小钱也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。我说我还假装聪明啊，我还假装聪明呢，说我们做个实地考察吧。他就找了个车拉着我们去了北京的东郊通县。今天的通县啊，北京的东郊通县已经都是高楼林立啊，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全是荒郊野外，七拐八拐走了半天，终于找着这个养鸭场了。到了养鸭场，第一件事就冲出几个工人啊，跟他的这个厂长说啊，说啊，厂长这鸭子饿得好几天都没吃的了。哎呦，我一看还真着急。然后呢，他就带我去看那个鸭子，鸭子是白花花的一片，我平生就没见过那么多鸭子拥在一起，一眼看不到头。哎呀，我当时就觉得特别震惊，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鸭子？然后他说就是这些鸭子来年就开始下蛋了，下的都是种蛋。我回来的路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回来的路上就路过银行，我就下了车了，我就赶紧先给他汇了50000块钱，我说这就不能耗着了，别让鸭子再饿着，赶紧的啊，我就先给他汇了50000块钱。后来呢我又追加了30000块钱，大概花了80000块钱，这个事儿呢就暂告一个段落。我回家跟我老婆说，我说我告诉你吧，明年3月啊，最多到5月你就成富人了，每天早上有人敲门啊，就跟今天送快递似的，一敲门咣就往你家扔一包钱，然后你就别提多高兴了，天天就做着这个梦啊。然后到了春节，那朋友给我打一电话说，哎呀，说春节，说呢我给你几只鸭子吧，啊，说这个你也帮我这么大忙，好，给我送来4只鸭子，那鸭子特肥，我当时还不会弄，我就拎着啊跑到我们出版社的那个食堂，食堂的那个厨师们会弄啊，我说这4只鸭子，你们把我，不是把我，是把它啊，把它褪了毛，开了膛，然后呢，你给我收拾干净。然后把这个鸭子给我一只，剩下3只我不要了，我也吃不了。然后他们就特高兴，哪儿找这么好的买卖啊？然后他们就把那鸭子宰了，褪了毛，开了膛，内脏取出，把那鸭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给了我一只鸭子。我回家还不会做，你知道北方人啊不会做鸭子，北京烤鸭之有名啊，让所有的外地人都误认为北京人爱吃鸭子会收拾鸭子，其实北京人最不会了。我小时候那菜市场里就没有卖鸭子的，就是卖鸡的。所以呢，这只鸭子呢炖的时候啊，不知道那鸭子怎么肥还是怎么，一锅子油也没吃几筷子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春节以后就翻篇了。3月份很快到了，没人理我。我那时候忙呢，也不是太计较在心上，就很快4月份又过去了，我就有点着急了。我说怎么没信儿了呢？再打电话找不着人呢。我找不着人没事儿，那鸭子场在呢，咱上鸭场去看。然后我们又开了一个车，
那时候也没有 GPS 系统，就是凭着记忆一点一点找找找找找到我认为是那个鸭场的地方，结果呢没有鸭子。五一节我记得清清楚楚啊，阳光灿烂，有个老头在那儿水边坐着，哎，我就奇怪，我说这鸭子都上哪儿去了？我就问老头，我说这鸭子呢？他说这是鱼塘。我说鸭子呢？他说鸭子春节给卖了呀，春那是供应北京市场的春节的肉鸭呀。哎，我当时心里就很奇怪，说这鸭子不是下种蛋的吗？怎么变成了肉鸭呢？我其实当时根本不知道下蛋的鸭子和吃肉的鸭子有什么区别，要是养鸭的人明白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，这群鸭子根本就不是下蛋的鸭子，但我看不出来，所以我人生就上过这么大一当，吃过这么大一亏，8万块钱吃一只鸭子，今儿说出来都是笑话，当时啊就是刻骨铭心，还丢人，还不敢跟人说，好长时间还不敢跟老婆说，老婆老问我说那个鸭蛋什么时候下呀，那种蛋你说我怎么说呀？所以人生的经验是靠积累的。后来我再去打听才发现，这个人不是我那个朋友的弟弟的战友，是他弟弟战友的战友的战友，就拐了不知道多少个圈儿。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个人。当年啊，我喜欢古董啊，老逛琉璃厂。我那一年呢，不知道干什么事儿，我记不太清楚。我离开琉璃厂的时候，在路边上看一人啊，拿一树枝子在地上写字儿。我就过去看他写字儿，写什么啊？那时候比现在讨厌啊！现在人在地上写什么呢，我都不会凑往前凑。我那时候就爱往前凑，看他写什么字儿呢？写什么我给忘了，但字儿写得很好。我一看，我说哟，你这字儿写得不错呀。这人边跟我说话啊，头都不抬啊，说我练书法呢。我多少有点这种爱才，或者说怜香惜玉。我觉得一个人练书法，拿一树枝子在这个土地上练，那也算一功夫了。我就开始跟他攀谈。攀谈的时候呢，没说两句，我说得了，该吃中饭了。我说我也得吃，咱就旁边的小餐馆吃顿饭吧。那时候吃饭花不了几个钱，所以我就拉着他跟他吃饭。吃饭中呢，我发现他有一毛病，什么毛病呢？就是说能吃不算毛病啊，他巨能吃，就是他抽烟。我是不抽烟，所以就呛得不行。过去那餐馆也没有人禁烟，所以就呛得你，就是很难受。我就算跟他认识了。认识以后呢，我就说我说你在这个在地上写字儿不算什么呀。我说要有机会，你哪天上我们编辑部吧，编辑部给你准备笔墨纸砚伺候着，您给我们写点字儿。我当时想呢，他到我们编辑部写字儿一定是不要钱的嘛，我们就花点笔墨纸砚钱是吧，留点字儿。果不其然，这人还真不认生，他来了。我们编辑部的人当谁都让他写，这说一个那说一个那个，他就反正你说什么他给写什么，你让他写什么体他就给你写什么体。那时候算我们的业余生活的一个乐趣，后来这乐趣有点不那么乐趣，就是他一天到晚的就愁闷烟愁眉苦脸的。我呢就多问了他一句，我说你这老这愁眉苦脸的是什么事啊？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欠人钱。哎，这事儿有点问题是吧，你问了人家了，人家告诉你了这个事情，你装不知道不可能。我这继续又问一句，就是我自己把我自己搁里头去，我说那你欠人家多少钱呢？他说呢，我不欠人多少钱，我就欠人2000块。我们今天听着2000块确实不怎么多啊。你知道我在80年代啊，现在我想想这日子啊，大概27、28年前啊，2000块挺多的。我呢那时候啊，我年轻的时候跟现在基本上也一样，就特容易激动。我说得了，我说这钱我借给你啊，我说你别这样跟要死似的，我借给你，你还给人家不就完了吗？以后你有钱再还我。我呢就跑到储蓄所拿那存折啊，那时候兜里不可能有2000块啊，2000块是大数，取了2000块我就借给他了，他特高兴就走了。走了以后嘛，没多久他又回来了，回来跟我说呢，这个
钱还了，但是不够。我说你不是欠人两千吗？他说是两千啊，一笔两千，但我欠好几笔呢。我这一听，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受一教育，叫这个做好人做到底，好事做到底啊。我说那你就告诉我你到底欠人多少钱。他说我欠人六千，说还两千还有四千，说我为这个都不敢回家。我就想哈，这事儿我多少有点思想斗争。我当时有多少钱呢？我有八千多块钱啊，那时候我算巨富的人，八千多块钱。我就愣咬着牙又借了他四千，这就是借给他六千块，拿走了特高兴。然后呢，这人呐 啊欠钱的人是这样，他只要把钱一还，他就如沐春风啊，他宁肯欠一新债，他欠那个老债人追得他紧呢，老债一还如沐春风，这人状态就不一样了，特高兴啊。但烟还是抽那么烂。他这个人啊，我今天可以告诉你，这人已经去世了，叫张克志。是哪儿的人呢？雅安人啊。张克志比我大概十来岁，十几岁。他就是北京人。他就是北京那个朝阳门立交桥旁边的那个居民区里的人。他是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支边去的四川，所以他一口京片子。我接完他钱了以后呢，那些年呢，每年他回北京的时候呢，都来找我聊天，从不提还钱的事啊，不提还钱的事。终于有一天他跟我说，小马，那个我比他小啊，帮我叫上，说我啊现在钱够还你的了。哎，我心里啊，其实心里还是挺高兴的。哎，借完钱，好人当完，只要人把钱还你，你就是一天大的好人，事儿也好。他说我现在能有钱还你了。然后呢，我这正等着接这钱呢。你说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说我如果还完你，我立刻就没钱了，我还得跟你借。你说怎么办呢？我那时候那又冲一硬骨头，我说那你就先别还。他说对，你让我拿这钱做点生意，做完生意以后我赚了大钱我好还你。我这个人跟我说的一句成语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，我这滴水之恩啊就没等来这涌泉，你知道吗？他后来年年到我们家来，又不提了。为什么？说那生意又赔了，没钱了。没钱呢，他到我们家，那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小，都是过去那单位分配的那二居室，就一门厅，特小，大概有个八平米吧。我那时候回家晚，天天都回家晚，也没个通讯啊，也不像现在打个电话，你到人家人在不在家，他就敲门就去。我老婆跟我说的这么一句话，说啊，我最怕张克志来，他一来咱们家这烟就跟着了火似的。他不仅抽烟抽的刺吧，他毛病还大呢，他那烟是不熄火的，一根火柴抽一天啊，就这根烟快完了就接上那根了。然后所有的烟你给他准备什么烟灰缸，他也不会往烟灰缸里扔，他一定扔在地上，他拿脚撵啊，他就那么一个毛病。你想想，他坐在我们家，把我们家，只要他走了，有时候他等不到我回来，他走了，我一进屋我说张克志来了吧，这烟太臭了，就是他。结果呢，有一年我回去家特别晚，我老婆跟我说这么说的啊，说我跟他能聊什么呀，聊聊聊把所有的话都说尽了。张克志还是跟我老婆挺能说的，就是诉苦，他那个聊天就是诉苦，把他这辈子苦水全倒出来，就聊到最后弹尽粮绝，没话可说了吧。我老婆千不该万不该说了一句话，说哎，你欠马未都那钱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不想着还他呀？张克志说我没钱呀，以后有钱我一定还呀，他是大好人呐，什么说了一大堆就夸奖我的话。从那天起我再没见过张克志啊。我就跟我老婆说，我说都你说吧，你说的这朋友都做不成都不来了。我有一个朋友啊，行武，武的三粗，做事呢就比较愣。有一天突然跑我们家跟我说，说哎，你准备两件好看的东西，我得跟人家显摆显摆，牛一下。我说你牛什么呀？他说我碰见一哥们儿，他老说他东西好，说我老说我哥们儿东西比你好，我让你看看，就上我们家来了，说你给我准备俩好的啊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果不其然，隔了一会儿他就来了。来了呢，我事先呢，那这事儿不赖他，赖我，因为我是行家，他不是行家。
我想来想去，我准备了两件东西，一件是青花乾隆款的玉壶春瓶官窑，一件是这个青花缠枝莲蒜头瓶，也是乾隆官窑。两件东西搁在一起，你知道瓷器是有造型的。玉壶春瓶和蒜头瓶都是属于细颈，就是脖子是细的，大肚子，圆腹大肚子。两件东西搁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搁的时候两件东西过于近，两件东西之间有一指的距离，两个挨在一起。但你知道两个肚子碰在一起的时候，脖子还离着远着呢。你看两个很胖的人如果接吻，肚子都挨上了，嘴还没挨上呢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我呢把这东西搁在那个矮柜之上，我那朋友就进屋了。一进屋呢，那时候客厅小啊，我就到厨房给他沏茶啊。沏茶的功夫就听见那屋里啪啦一声，我一想得俩东西全玩完啊，怎么回事呢？他一进屋一看这俩东西挺漂亮的，他又不懂，他上去就抓住其中一个拿起来一看啊，也看不懂，往回一放，俩东西啪就撞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两个东西太近，这两个东西脖子离着很远，肚子离着很近，他回去的时候归位的时候就没有距离感了，所以两东西就撞碎了。我当时就想他这是拿啤酒瓶拿惯了啊！我们这啤酒瓶你不管怎么放你也很难让跟旁边的啤酒瓶相撞，是因为啤酒瓶是垂直的， 你平常拿多少次都不会出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拿这种瓷器啊，尤其这种大肚的瓷器就非常容易发生这个问题。我那天就啊后悔不迭呀。这两件东西要说起来，当时啊，都跨过了近200年的历程啊，今天都200多年的历程，可惜，啊，没扛到今天。今天想起来，内心还不是很舒服，还是很不舒服的一种感觉。我记得我30多年前啊，北京刚开始有出租车的时候上过一当，那个很有意思。我一个朋友啊，当时是帮助我跑信息的，他告诉我说，哎，那时候还管我叫小马呢，说小马我告诉你，门头沟有一黄花梨大条案，你想不想去看？我说那多远呢，怎么去啊？他打车呀。我说打车得花好多钱呢，他说这钱不用你花呀，我花呀，你怕什么的。我一听那时候坐出租是个很大的事儿，我说好好好，那咱就去。我当时住在北京的东四12条，北京的最早的出租公司的始发站是东四5条路口，离我们家就跨7条胡同。它不像今天是招手停，什么滴滴打车，你打电话都可以把车招来，那时候你得自个儿走到出租汽车站，然后说我要包你的车，然后有车就坐，没车你还在等着，也没人预约，我们就两个人溜达溜达就跑到了东四五条那个路，那个东四五条的那个出租汽车站，在那儿等着。打上车以后，两个人呢就一路西行啊，最后就进了门头沟的大山。这个车越开我越害怕啊，当时为什么害怕呢？那边那山呢就越来越高，然后都下午了嘛，下午就有点阴。一阴就有点害怕，就说我就跟那人说，我说咱可没带钱啊，我那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千万别捂我啊。他说没事儿，咱先看东西。后来终于呢就开到了目的地，是一个农家院子啊。我记得车停在门口，我们俩进去一推门，老太太啊正在那儿吃包饺子呢。他还问我说你是不是来吃几个，我说不吃没那个瘾。我一进门我心就凉了，我没看见那饺子的时候我就看见那案子了，那案子是一个柴木大桥案，根本就不是黄花梨的。那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我就特沮丧，我觉得走了这么老远，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啊，来这看这么一个案子，可见这跑腿的多不贴谱。结果跟人家随便说几句就撤出来了，又坐着车一路无话的往回开。往回开呢，开到东四路口了，那朋友突然说停车，我就没反应过来，停什么车？他一拉门，他下去了。他说：“我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一步啊。”
我说那你走吧，你走吧，那走了，这车拐过来，开了四条胡同，到东四五条路口，车一停下来，那司机跟我说结账，我脑袋嗡的一下啊，我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在东四路口下车了，他把这账逃了。当时打了我多少钱呢？打了我200多块，啊，今天200多块打的都不算少了啊。今天谁没事打200多块钱的？那时候我那车打的之心疼啊！我印象中啊，那当时打的是1.2块还是更便宜，8毛1公里。人生这种当都是小当，这种当都是当时难受，过后不难受。为什么？过后就是个笑话。你今天讲就是个笑话，你没有经验吗？你上人家一个当，这个当呢都是朋友之间的当，这种当并不伤筋动骨，最后你见着他他一笑了之，然后说你这小子真损。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些知识，你就下载官复 APP， 在上面有相关的一切知识。